我们音乐剧《信》的助演制作人张静怡先生上来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来观看我们音乐剧的《信》啊，代表剧组，代表每一位主唱和台上每一位演员，感谢今天所有的观众，谢谢。朱佳燕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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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场演出，所以我们要多给他们一些休息时间，谢谢。然后我们把我们今天的信和我们的便签一起拿上来啊！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不会抽很多便签，但是他们每一个都会被我们演员会去看到，去慢慢的去读大家的心意，谢谢。那么现在我们对，每一个演员抽一封信，然后告诉大家他的座牌号码，然后我们就是送一份小礼物给大家。好，第一位幸运的观众呢，他是写给音乐剧演员丁之宁，他自己做的这个画像非常漂亮，好，是钱贝尼，一楼17排12号，谢谢。9排12号，他是三刷的罗志信，音乐剧剧组，谢谢。玲珑1楼21排20号，好，谢谢。Hello， 你多胖了，好，好帅啊！祝星光璀璨，我们剧场见。这个1楼10排20号。好吧，好，那后面的功夫都告诉你。